跟这个是同一个保险箱的啊。好，那边来，对那边人民币，你再存折看一下。警方进到豪宅房间，找到多个保险箱，里面放着台币、港币、人民币将近百万元。他们中立警方破获诈骗集团，进到祖贤家中翻箱倒柜，隔壁房间妈妈还在帮女儿换尿布。诈骗集团取名送我钱，在大陆珠海深圳设置机房，假冒检警骗台湾人，得手金额超过千万。祖贤骗到荷包满满，名车一辆接一辆买，黑色保时捷、白色奥迪和两台 BMW 被查扣，停在警局门口。利用扣押机制来查扣四部价值逾千万的进口名贵跑车。现场找到几张捐款收据，嫌犯说自己良心不安，陆续捐了近百万台币给对岸的社福团体，但警方怀疑所谓捐款恐怕是用来买通关系。取款车手被上铐带回警局，总共四十几个人的诈骗集团遭到瓦解，四辆超过千万的名车被裁定扣押，加上赃款，未来可作为被害人追讨补偿的依据。记者林中正、洪俊伟，桃园报道。